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时事平台。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一半嘅国民系希望2023年可以再次举行联邦大选。而对于下个星期国会即将重开，联邦执政自由党党团亦都系举行集思会。咁究竟联邦自由党同埋新民主党嘅执政协议能否喺今年持续？而喺国会开始之后，又会集中讨论啲咩嘅议题呢？今天是请来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分别有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维正，你好。另外有时事评论员梁英年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Jenny 你好。另外也是很欢迎观众去到我们的网站发表你们的意见。我们的网站是www.fairchattv.com， 点击时事平台的图像就可以在我们的网页分享大家的看法。另外，觀眾亦都可以去到 Facebook 搜尋時事平台，在那裡留言。先問問 Jenny， 新一屆的國會會期即將重開，想看看兩位認為國民最關心的議題究竟會是甚麼呢？而國會重開之後，首要的議案或者提案究竟又會是甚麼呢？當然就在我們社區，其實全國大家都很關心就是經濟的問題。除此之外，醫療服務那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咁樣現在大家的生活咧，亦都係非常之困難嚇。咁樣咧就啲物價就越嚟越貴啦，但係啲人嘅入息就唔係增加到咁多嘅，有啲仲係減低咗啲添。咁所以咧，大家都非常之困難，呢個社區喺呢個社區生活嗰方面嚟睇法咯。咁最近今日都有一個報告整咗出嚟，就係政府嘅報告，就係講到房屋嗰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貴，係咪啲租咧？亦都咧，即係大家係好困難嚟做到即係呢個負擔嘅。所以呢啲話題咧，全部我諗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關注。Ronald， 你係點睇啊？國會重開之後啦，咁究竟唔同嘅黨啦，唔同嘅政黨，包括執政自由黨啦，或者係反對黨，有啲咩嘅議案係會想提出嚟嘅咧？剛才大家都聽到啦，加拿大人咧有差唔多有一半咧就希望喺2023年咧有一個聯邦大選嘅。通常國民咧喺好滿意政府嘅時候咧都唔想大選嘅。咁所以呢個民意調查咧就可以睇到咧好多嘅加拿大國民都覺得而家嘅政府咧係做得唔好嘅。咁我相信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咧就是因為而家政府俾我哋有關於嗰個經濟嗰冇咗個信心。大家對政府處理而家嘅通貨膨脹啦，即將會出現嘅經濟衰退啦，都冇信心呢個政府咧係能夠處理嘅。大家可能仲記得啦，喺呢個疫情嘅期間咧，政府係印咗好多銀紙派咗俾加拿大國民，派到咧係加拿大嘅審計總長咧都話派得過分咗嘅，而嗰個過分嘅數字咧可能係高達320億嘅。咁呢啲派多咗嘅錢，令到加拿大人咧喺嗰個疫情當中咧。需要錢的人可以過渡到，但是很多的生意呢就是因為政府派錢來去吊住他們的命，到現在經濟說開始重上軌道的時候，很多的生意呢都是做不回的，所以國民其實最關心的就是這一點的。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政府無論在經濟好的時候和經濟不好的時候呢，都是靠派錢，靠這個赤字呢來去維持他各樣的各種政府認為需要的工作的。咁喺而家呢個嘅經濟情況底下咧，我哋嘅財政部長方偉蘭咧都講咗啦，佢之前咧就話自己有好大嘅呢個 fiscal room， 即係話咧仲有好多鬆動嘅餘地咧去使錢嘅。但係而家佢發現睇到條數咧唔掂啦。如果大家仲記得舊年當呢個經濟更新報告嘅時候咧，喺秋季嘅時候話政府估計會有360多億元嘅赤字嘅。但係到去11月嘅更新報告嘅時候咧，已經去到係差唔多500億元嘅赤字嘅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再加埋喺背後要繼續去執政嘅話，佢就需要咧一個大洗錢嘅新民主黨喺背後咧就拉住條繩啦，係有咁緊就勒佢咁緊，你好放錢啊，放錢啦、啊。咁而家佢哋講緊咧，好可能咧係喺嚟緊呢幾個月咧，新民主黨話如果你唔俾嗰個嘅藥物更多嘅補助咧，我就唔再支持你啦。咁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咧，我好擔心政府咧，繼續係洗腳唔抹腳。雖然明知冇錢，都繼續係派錢。即刻問下 Jenny 先。嗱 ，Ronald 就話咧，新民主黨即係要求我哋繼續洗錢喎。嗱 ，Jenny 你係新民主黨嘅國會議員，你又點睇先？其實咧，保守黨佢哋好離譜嘅咁樣講法。咁樣咧，大家知道疫情嗰段期間咧，大家就非常之困難，有好多人失業。
有很多商業咧，佢哋咧係因為有曬咁多嗰、那個疫情嗰個限制咧，根本係冇人出街嘅。咁佢商業點樣可以再繼續呢？係咪即係話政府唔好幫佢，等佢哋全部執曬粒咁樣，等啲人全部冇曬工做，瞓曬街咁樣，係咪想咁先？咁樣所以當然唔可以係容許咁樣嘅事情發生啦。政府一定要採取行動，喺國會度都有保守黨嘅國會議員話係啊，要幫佢哋啊，要幫小商業啊，咩咩咩咁樣。但係而家咁啲錢喺邊度嚟啊？咁政府梗係要攞啲錢出嚟，係幫大家渡過呢個困難。好了，咁樣而家過咗幾年啦，我哋而家疫情而家開始慢慢重複，有好多小商業都同我講話，雖然佢哋而家慢慢咁樣重複翻，但係都未上到正式嘅軌道，都仲要需要幫手。但係最大嘅問題喺呢度啊，保守黨啲人咧就喺度成日講話啊，唔好使錢啊，唔好幫佢啊，點解我哋要有呢個醫療保健啊？咁佢哋仲喺度講話喺佢哋區域嗰度嗰啲選民，佢哋唔使醫療保健㗎，佢哋自己可以搞掂到噶，但系有好多家庭佢哋入息系低，佢哋冇呢个医疗保健，啲牙已经坏晒，啲儿童又要入医院添，咁样所以喺个情形之下，当然啦，有啲保守党佢哋有钱嘅朋友啦，佢哋嗰啲支持者咧，佢哋就唔使有呢个医疗保健，但系一般嘅居民佢哋有呢个需要嘅，所以我哋政府做嘢，我哋新民主党嘅睇法咧，就系要睇翻嚟点样帮到佢哋咯。但系好奇妙就喺呢度话，成日讲话要使钱，唔好使钱，但系自由党同保守党佢哋两个党都从来冇讲过话喺，尤其是嘅疫情嘅期间。啲大企業、啲大 boss 賺好多錢，佢哋嗰個 pandemic 嗰個 profit 犀利到離曬大譜嘅。咁樣咧，第二嗰啲國家已經講話係應該有呢個 pandemic tax， 佢哋保守黨咧從來冇講過，自由黨亦冇講，唔會掂呢，唔會掂呢一樣嘢噶。但係點解唔會掂呢一樣嘢咧？佢哋賺大錢喺呢度，喺呢個期間，唔係話 inflation 佢哋個 cost 係高咗，但係佢哋仲嗰啲物價仲高過個 inflation 嘅嚟，咁即係等於佢哋就加咗好多價上去嘅。我哋新民主黨就話講係呢個 greedflation。即係好貪心咁樣嚟賺大錢嚟，係即係嚟咁樣嚟逼到我哋社區嘅朋友咧係非常之困難。其實佢哋應該俾翻多啲税。好，問問 Ronald 啦，事實上係嘅。嗱，我哋見到問 Ronald 嗱，我哋事實上見到咧，即係當然話我哋呢個 inflation 啦，呢個通脹非常之係高嘅。嗱，咁同樣地，但我哋都見到好多大公司啦，特別可能係買一啲我哋叫 groceries 嘅，即係雜貨嘅鋪頭咧，等等，其實賺錢仲多咗嘅喎。咁其實即係似乎就唔關通脹事啦，佢哋賺嘅錢，亦都我哋經常講到話啊，啲貨物嘅 supply chain 嘅問題啦，啊，又或者可能係貨物來貨貴咗，咁但係點解佢哋又會賺多咗錢咧？好啦，問一問 Ronald， 究竟呢個暴利税等等，或者係即係大型企業係咪應該向你徵税？你怎麼看？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物價通脹底下，很多的生產的成本、運輸的成本，因為自由黨不斷的提高那個的碳稅，令到所有這些支出都是增加了的。你說為什麼那些零售商有一些會賺多了錢呢？很可能是因為 pandemic 的原因，很多人是留在家。如果他們不出街、不去旅遊的時候，在家要吃的、要用的都用多了，變成在那個買賣當中有一些生意是會做多了的。你說那個暴利稅應該怎麼收法呢？其實加拿大都是一個叫累進制的 稅階來的，即是說你賺得多你就是自然的納得多，我們如果是要交薪俸稅的人就大家都知道的，甚至你的投資你賺多了的錢，那個稅階一提高了的話，你是超過一半是已經 被政府納得稅。如果是在一些大型 的商店，如果他們的盈利是突然間是增高了，政府可以去想一下怎樣是可以呢，是在那個增加了的收入上面，在個稅階上面有什麼改變，其實這個大家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就是當人工不斷是去增加的時候，這些大公司都是聘用很多的員工，而那些員工我相信無論現在在政府裏面做或者在私人企業裏面做，那個人工的增加咧都係好大嘅，因為而家加拿大嘅失業率只係5%嘅啫，即係話咧仍然係好困難去請足夠嘅工人嘅。如果唔係政府都唔會話要大量去接收移民啦。咁所以喺呢個成本嘅增加、貨物嘅增加、人工嘅增加咧，其實喺呢條數咧係仲有排計落去。咁所以頭先我哋話
如果你真的賺多錢的，在稅階上面，如果一個累進制的稅階，在那裡其實政府是可以有考慮的。嗯，好了，問回 Jenny 了，我們看到即新民主黨呢，即其實我們經常就會擔心就說、究竟今年會不會繼續跟自由黨合作有這個的供給保障的協議的、要問回新民主黨的國會議員，究竟這個供給保障協議繼續會不會支持自由黨執政？而例如好像說回，例如好像我們剛剛上年有這個最新的牙科醫療保健，雖然絕對是新民主黨的提議，應該也是新民主黨得分的，但是國民其實又是否真的會多謝新民主黨而不是多謝自由黨？你會不會擔心出了這些醫療保健的議案，雖然是新民主黨的提議來的，但其實可能很多國民就以為是自由黨的提議，究竟新民主黨會不會繼續支持自由黨執政？其實對我們新民主黨那方面講法來看法呢，就不是說誰得利，誰說是說 你得到這個 recognition， 最重要其實就是為居民爭取。其實我做了國會議員，做了議員很多年了，亦聽到呢社區的朋友呢、告訴我們他們即沒辦法得到這個牙醫的保健，有很多小朋友他們的牙壞了，但是他的家庭不可以負擔讓他們去看牙醫。而家我哋亦都有啲好多嘅報告要表示咗出嚟，就係話即係啲兒童，尤其是啲兒童啊，即係冇翻學。點解佢哋冇翻學咧？就係因為佢哋牙嗰度有問題，牙痛嘅問題，甚至乎要去到醫院添。如果你去到紅的奇英，而家新年嘅期間啦，咁我亦都拜訪啲奇英，係恭祝佢哋新年快樂嘅。咁樣啲奇英講咗好多年啦，就話佢啲牙壞曬，佢啲有啲奇英咧。即係唔可以食到嘢，要打爛啲嘢，好似個 B B 仔咁樣打爛啲嘢，攞個絕管嚟接翻佢。你真係可想而知喺呢個情形之下，即係講到話奇英退休係享福噶嘛？但係到咁嘅地步之下，點可以享福到咧？佢生活係即係非常之係辛苦嘅，所以我哋爭取呢啲嘢咧，就係為翻啲選民、為翻啲居民、為翻啲加拿大人嘅服務。唔好話邊一個係即係話自由黨好定新民主黨好，邊個黨好，唔係咁樣睇法咯。對我嚟講，最重要就係為社區嘅服務。但係保守黨佢哋話啊唔使噶啦，佢哋即係啲人唔使呢個醫療保健噶啦，佢哋全部反對喎。咁樣雖然我哋而家喺呢個少數嘅政府嗰個期間，係逼到自由黨採取行動，早即係喺大選之前咧，佢哋同保守黨一齊合作反對我哋呢個牙醫嘅保健噶嘛。咁樣所以咧，我哋新民主黨嘅立場嚟做法咧，無論點都好，我哋都要擺翻居民嘅需要唯一嚟進行咯。好，唔該曬 Jenny， 多謝 Ronald。我哋暫時討論到呢度先，第二節翻嚟繼續討論今年會唔會有聯邦大選。翻返嚟時事平台，喺我身邊咧，繼續係有聯邦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惠晶同埋時事評論員梁英年嘅。嗱，首先問問 Ronald 啦，我哋見到咧，其實最新嘅民意調查顯示咧，保守黨其實咧係呢個嘅領先自由黨咧7%嘅百分比嘅。咁我哋都見到咧，最近即係保守黨似乎亦都有一啲新嘅一啲攻勢嘅廣告啦。咁啊，其實目的係咪想喺今年將自由黨推落台咧？我想作為一個反對黨幾時都要準備好咧，係去對而家嘅執政嘅政府有啲咩做得唔好咧，都要話俾加拿大嘅國民聽嘅。但如果你話喺今年選舉機會有幾大咧，如果我係自由黨，就肯定唔想有選舉啦，因為嚟緊整個國家、整個世界嘅氣氛咧都係好不穩定。咁而再加上咧呢、這個經濟下滑，甚至咧出現經濟衰退呢、這個咁嘅大環境底下咧，做執政嘅梗係唔想有選舉啦，咁所以 NDP 新民主黨咧就會喺背後咧，盡量咧就去逼呢個政府做一啲佢哋覺得對佢哋有利嘅一啲嘅嘢啦。咁你保守黨咧係喺任何時候咧都係準備好大選嘅，咁呢個咧就係作為反對黨隨時準備。但係你講民意調查咧，如果你睇翻上兩次嘅聯邦大選，攞到嘅一般嘅選票嘅數量咧，保守黨都係多過自由黨嘅。但係就由於加拿大嗰個席位嘅分佈咧。整到嗰個嘅結果咧，就係自由黨攞到嘅席位咧，雖然佢得到嘅總選票係少，但係佢席位數字咧係會多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喺現時嘅環境咧，就唔係好適合有一個嘅大選，除非新民主黨咧真係一腳踢走咗個自由黨咧，先至會出現呢個嘅大選嘅可能性嘅。
但實在是有太多的醜聞出來，最近有關於聯邦政府的部長，兩位的部長，中飽私囊，又發現他用了很多的納稅人的金錢去請一些顧問公司，而顧問公司所給到的意見未能達到政府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結果的。所以當很多這些東西出來，再加上現在的政府是推動一個毒品的合法化，導致到是很多特別是對毒品不是那麼喜愛的人對政府有很多的反感，認為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保守黨呢只要將一些的另外一些處理的方法呢是透過一些的廣告宣傳社交媒體呢是告訴加拿大國民聽的。Jenny 問一問你啦，咁啊，其實好多人真係會關心，究竟下年會唔會有聯邦大選？你又點睇咧？你覺得今年嚟會唔會有呢個嘅聯邦大選出現？咁而新民主黨嚟講咧，即係喺國會係希望可以通過啲咩嘅法案咧？講到即係會唔會大選咧？這個就日後我哋會知道啦。但係最主要其實新民主黨嗰方面嚟睇法係乜咧？就是為翻我哋社區嘅居民爭取，咁樣喺呢個期間咧，我哋個嗰個 confidence supply agreement 內咧，包括在內係自由黨政府係要做到嘅咧，就係呢個牙醫保健啦。咁樣舊年咧，我哋已經係俾到12歲以下嘅家庭得到呢個牙醫保健啦。咁今年咧，我哋係會注意奇英啦。傷殘的朋友啦，同埋19歲以下的朋友，等佢哋可以得到呢個牙醫保健。如果你家庭嘅入息咧係90,000元以下嘅，另外其實講到牙醫，大家都知道而家新年大家成日都講啦，祝大家身體健康嘅。咁樣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冇你個身體健康，你乜都係冇嘅。所以咧，除咗牙醫保健之外，關注我哋自己嘅身體之外咧，我哋社區朋友嘅身體之外咧，亦都要注意咧呢個藥物嘅保健咯。咁樣因為就算睇咗醫生，如果你冇錢買藥咧，亦都唔係等於可以到對你可以搞好你嘅身體嘅。咁樣所以咧呢個藥物保健，而今年咧我哋亦都咧係會逼自由黨咧係introduce 呢個法案嘅，俾呢個牙醫保健嘅法案可以做好嗰個 basic 最 basic 嗰個 concept 嚟點樣進行嗰個 framework 係點樣進行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咧佢哋好明顯已經表示咗咧，佢哋係反對呢個牙醫保健，佢哋係反對呢個藥物保健嘅。佢哋話啊，社區嘅朋友唔需要啦，咁樣。但係其實一般嘅居民咧，有好多朋友咧係需要呢啲咁樣嘅支持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再繼續去追落去，為大家做呢個服務。咁樣講到話即係自由黨嗰啲醜聞啊，有好多嘢做錯嘅嘢。我哋新民主黨都係反對黨，我哋亦都會再繼續指出佢哋呢啲嘅醜聞嘅嘢，同埋佢哋做錯嘅嘢，亦都會大聲咁樣講出嚟。咁樣除咗之外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意見，係會點樣係做翻好佢嘅，係應該點樣做法嘅。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諗住話成日係是不是真的為我們自己的黨來得利才去做呢？其實這個是相反咯。我可以說其實保守黨他們想做回是得利呢，就是為他們自己去做，不是為社區的朋友來爭取咯。最重要尤其是在這個困難的經濟的期間，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就是為社民同埋啲居民為翻佢哋嘅服務，等佢可以支持翻佢哋，可以渡過咗呢個困難咯。係，汪牛嗱，兩個嘅問題問你嗱，你點睇其實即係呢個嘅新民主黨啦，即係要求嘅牙醫保健。咁啊，要問翻即係嗱，上年就講緊兒童啦，12歲以下啦，咁啊，今年就可能會有即係較為長者或者係傷殘嘅人士都會有呢個嘅牙醫嘅保健。嗱，似乎聽落去都應該係一個惠民嘅措施嚟嘅，咁你誒覺得點睇咧？嗱，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兩位都有提到啦，自由黨嘅呢個醜聞，咁啊兩名嘅部長咧先後都出現咗呢個醜聞嘅。嗱，不過又要諗下啦，嗱，總理杜魯多咧，即係兩三年前啦，或者三四年前咧 ，SNC Lavalin 咁大嘅醜聞都繼續可以連任，呢一次嘅醜聞似乎未必真係可以為杜魯多帶嚟太大嘅傷害喎。你點睇呢兩個問題先？我先睇講翻咧，有關於係牙醫保健同埋呢一個藥物保健嘅。其實呢個咧係屬於省政府嘅範圍，因為係醫療服務嚟嘅。所以聯邦政府你可以睇到杜魯多咧，已經係約咗啲省長咧喺嚟緊呢個星期咧就會去渥太華嗰度咧就係去開會。其實聯邦政府可以做嘅，睇下好有限，因為佢淨係做一個嘅撥錢，希望咧可以全國
每一個省的醫療的服務呢都是同一個的水平的。咁呢個咧係需要咧係省同聯邦係合作嘅。你至於話呢個藥物嘅保健咧，其實 Jenny 係講咗一部分，但係冇講全部。如果我哋住喺 BC 省嘅，我哋好清楚。其實喺 BC 省政府啊，喺關於藥物上邊咧，如果你係用錢買藥一年咧，係超過一個嘅數額咧 ，BC 省政府咧已經有一個，我覺得係已經係做得非常之好嘅一個藥物保健計劃，已經喺我哋嘅省度做緊嘅。其實聯邦政府可以做嘅，點樣可以將呢啲咁嘅藥物保健計劃咧，喺全國咧係有一個劃一嘅水準咧嚟去執行。呢個咧反而係多過咧，就係用錢嚟到去買選票嘅。嗱，我哋要知道而家加拿大係面臨緊一個即將出現嘅經濟衰退，而政府嘅債台高築。你大家諗下，喺2015年杜魯多上台嘅時候，我哋全國嘅債務啊都係6000多億。到今日我哋嘅全國債務已經係超過11000億嘅。我哋嚟緊嘅一年啊，淨係為咗呢個嘅債務要俾嘅利息都4300億啊 ，Jenny。呢啲嘅錢啊，如果我哋唔係有咁大嘅債務，呢啲錢可以用咗喺其他惠民嘅服務上面嘅。所以如果政府不斷咁去印銀紙，將我哋嘅債務去推高嘅話咧，我哋要俾嘅利息係益咗咩人啊？益咗嗰啲買我哋債務嘅人，唔係益咗我哋加拿大有需要嘅人嘅。所以我哋個喺作為一個保守黨，係量入為出咧，係要做一個政府最主要的一個守住嗰個門口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你至於話呢個聯邦政府會唔會選舉，其實新民主黨咧就係揸住佢條頸嘅。咁我覺得咧喺而家個咁動盪嘅時候，無論係邊一個黨都唔應該咧係為咗政治而政治，而係應該去處理好國民嘅需要同埋而家我哋加拿大嗰個嘅經濟前景。你話政府繼續佢加嘅碳税係對人民有利咩？人民喺嗰個嘅生活上面每一個嘅開支都係因為呢個碳税增加而增加咗我哋嘅開支嘅，所以其實政府有好多方面咧係可以做到咧，係為我哋加拿大嘅人民咧去減少我哋嗰個經濟負擔咧，可以係做得更好嘅。好，最後一個問題啊 ，Jenny 要問你啦，就係嗱頭先講到即係 Ronald 提到啦嚇，量入為出。究竟新民主黨覺得量入為出呢一個究竟係咪即係可以係治國嘅理念咧？你又點睇？係咁樣，其實咧，如果你睇翻我哋個financial management 咧，係當年咧。即係自由黨同埋保守黨嚟比咧，其實咧嗰個 deficit 啊，嗰個赤字啊，保守黨嘅赤字仲高過係自由黨嘅。但係唔好淨係講呢個數目咯，最重要嘅問題，啲人成日講話啊，我哋冇錢啊，唔可以俾啲福利社區嘅，我哋唔可以俾個醫療保健，即係包埋呢個牙醫保健或者個藥物保健。Wanlow 都話啊 ，BC 省已經好好噶啦，但係亦都好多人咧，佢唔知道。佢呢啲藥咧，始終佢哋負擔唔到，點樣咧？佢哋咧啲藥咧，佢隔日嚟食嘅，即係好似醫生叫你日日都要食，佢就隔日嚟食，但係真係會醫好個病啊？咁樣其實係醫唔好噶嘛，所以有呢個需要係好明顯係表示係有呢個需要咯。佢哋成日講話嚇冇錢啊，我哋可唔可以負擔啊？但係佢哋從來冇講過賺大錢嗰啲人。點解我哋唔要追佢哋，而等佢哋多啲個負擔咧，嚟減輕我哋社區朋友嘅壓力咧？好，多謝曬 Jenny， 多謝曬 Ronald， 今日咧係再次多謝兩位嚟到時事平台咧，同大家一齊討論呢一個嘅議題。咁觀眾咧，如果對今集時事平台議題有任何意見，係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上邊留言。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會。